我是真的想让你闭嘴，他一次次的。这个我要跟他说个屁。夫妇是不是把窗户关上？每次他们看见大林太太搬把椅子坐在窗前，眼睛盯着天空发呆。 Oh God, baby, it's painful. Yeah, cool.